我们再去一趟车站。上次卡洛尔惹了点小乱子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我也是好心啊，队长留我观察情况。我一看那群怪物蠢蠢欲动，就把配电室的电都给断了。反正这边的人都不出去了，盛防弹的事情没解决前，天命也不会让外面的人进来。现在想想，我觉得自己还挺机智的。 卡洛尔，考虑到当时的情况，你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。错误在于你没有及时反馈这个决定。经验告诉我，如果一件事曾被忘记，就很有可能再次被遗忘，届时造成的损失不是决策时的正确可以弥补的。趁现在我们都还记得，一起去修复这个漏洞吧。 回收成功。 回收成功。 只是一些小角色。
怎么样，卡罗尔，这回有没有学到什么？有啊有啊，我学到了，不管捅了什么娄子，都要记得及时报告。这么说也行吧，你觉得呢？哼，我要是及时报告，你现在就是在夸我机智聪明了。